快一点啊，怎么每次都跟人家走拖那么远呢？我哪有办法，我记得这两个都走很慢啊。SkyPoint 前面这一栋，应该是要看上去楼上看布里斯本黄金海岸的景色。他有脚。Your trip will take less than 43 seconds. Next stop, the observation deck, 230 meters above sea level. Relax with a coffee, meal or drink in our licensed bayonet cafe, whilst enjoying this spectacular 360-degree view from Australia's only seaside observation deck. Please enjoy your visit and turn left when you exit.
来澳洲吃中餐，你一定会吃到。就是讲到李选记好友了哈，因为呢，今天早上跟一些大哥大姐聊天，他就说，哎、欸，那个是不是有点疑惑嘛？哦，为什么饭店水果打开直接可以喝？哎、欸，阿长问大家一件事情，你昨天坐车到今天现在，这一段时间，你有看过工厂吗？你好像没有看过工厂嘛？这整排都没有看过工厂。好，那它的那个水质呢？哈，是经过很严格的过滤的，在你的集水源地20公里之内，不会有任何人居住，也不会有商业活动，不会像台湾你水库还要活鱼三次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这种事情啊？好，但是它的水比较干净，所以它生产出来的海鲜啊等等就，或是一些东西就比较好。好，那为什么讲到好李锦记好友？因为你要做好友，你要品质很好的什么好干。好，那现在他的好友的好干在哪里呢？就是我们澳洲哈，在我们接下来明天去墨尔本，要往下就在塔斯曼海连接的塔斯马尼亚岛。他在塔斯马尼亚岛这个地方呢，他去取他的生蚝。好，你要生蚝，然后晒成干，变蚝干来做这个蚝油。哦，然后呢，塔斯马尼亚岛还要产什么呢？薰衣草，品质很高的薰衣草。所以之前呢，中国大陆很流行，台湾的没有流行这个啦，那中国很流行那个薰衣草小熊。所以刚刚我们经过，你有看到有一家商店上面用中文字写简体字写的代购薰衣草小熊，有没有？不知道刚刚有没有看到？哦，所以它的产，它跟欧洲一样的产品很高的薰衣草，那薰衣草也是精油也是挺好的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呢，如果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哦，你那个以前我们在吃黑松大饭店，知道什么叫黑松大饭店吗？就那种宴客然后拜拜有没有？在南部很常见，所以我们叫黑松大饭店。小朋友应该比较少看到了，然后南部很多哈，黑松大饭店。那以前呢，你在宴客，为了显示这个主人家诚意，头盘的冷盘出来，鲍鱼切片都会放一个罐头。你们都没有印象那个卡莲白屋啊，英文的意思叫做独立的南方大陆，我自己给它简称。它其实跟纽西兰哦，好啦。我们大陆叫考拉或树熊，没有，然后是我们的翻译叫无尾熊。好，那你呢？当初呢，这个无尾熊跟袋鼠跟我们澳洲的国父库克船长也有很大的关系。当初库克船长啊来这个澳洲大陆一登陆的时候，他当然是四处探索，这个位置呢一动也不动，因为无尾熊他一天呢要睡18到22个小时。你看，刚经过黄色路标，上面画一个无尾熊。什么意思呢？他意思就像你开车的时候小心无尾熊经过啊。哦，所以我没有骗你，那树子里面是真的有无尾熊的啦。但是他不会像你拍照很低给你看，他都在高高的树上。好，所以呢，他就问顾客船长，就问原住民啊，哎呀，这是什么？那原住民就跟这次大概了解他的意思，就跟他讲，花啦，花啦，花啦是什么意思呢？不喝水的意思。好，那。乌龟熊哦，吃尤加利树过日子，它的热量及水分都从尤加利树上面摄取，所以呢，它一天会睡18到22小时。为什么？它只要不动，它热量消耗会减少，对水分的产的那个需求也会减少。好，但是呢，在澳洲呢，有大概500多种的尤加利树，那乌龟熊只是其中的十几种，所以呢，并不是每一种。尤加利树叶它都吃的，而且尤加利树叶哈，那个很细啊，很硬啊、哦，所以乌龟熊有时候你老了之后，哦，它大概呢在野外可以活大概10岁到12岁了，哦，它老的时候很多死亡的原因，并不是因为生病，也不是被吃掉哦，如果它没有遇到那个没有任何的臭味啊，它其实它如果你要遇到它的便便啊，它没有什么味道。青草的味道的。好，那乌龟熊一天要睡18到22个小时，所以你们等一下哦，有可能会遇到在暴的期间哦，
遇到他换熊的，他会换，因为上班时间到了，真的是有排班的啦，一只大概上班20分钟，你想如果他一天要睡22个小时，熊啊、无尾熊啊，有尤加利树的味道，不会臭啊，不会臭。还有我们住了黄金海岸那边的冲浪者天堂那边有一个海洋世界，好，那第三大呢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去的梦幻世界，它是在前面的，你看有一个恐怖塔在那边，那就是梦幻世界。好，好，那每年260几万只的袋鼠，袋鼠繁殖力很快。好，这样啊。那有人问说会不会恐怖，会不会反胃？我可以跟你保证，用忍者跟你保证，你还没害怕就已经结束了，好不好？还没害怕就结束了，还没开始。这些小朋友去的，
零食，妈妈都去坐云霄飞车，爸爸不敢坐。我有坐。妈妈都自己一个人坐。就等下拍完照，我会跟大家约十二点在餐厅门口等，好不好？好，十二点钟在这个餐厅门口等。待会要约在餐厅呢。要干嘛了？不要了，我就不给了，我只要走。
We are now at the Corroboree station. Please remain seated until the train comes to a complete stop before exiting off to your right hand side. Which is home to the log ride and the giant drop.太外面哦，你不要以为你不会掉出去啊，意外就是这样发生的，你也不要太铁死，我跟你讲。澳洲路上都危险，叫你坐进来你就是不坐进来，他手也不用抓。Rocky Hollow Station. Please remain seated until the train comes to a complete stop. For exiting off to your right hand side. High voltage.
Approaching Central Station. Please remain seated until the train comes to a complete stop before exiting off to your right-hand side. Our next train will be departing at 1:30.爸爸不要做这个会吐的，那大人在做的不要了。去做这个啦，做这个啦。
作，可能不会跟我们签约。要不要跟功夫熊猫拍一张？